你大过年的就吃麻辣烫啊？不行啊。柳思思呢？你们不是一起回去的吗？你看人家朋友圈了吧？看得够仔细的。我可没有。顺路一起去车站也不行。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哦，干嘛？这么着急走啊？红包都不要了。红包？什么红包？今天刚收的预付款，专门来给员工发工资的，保你满意。这么薄，抠门。打开来看看。以后这个就是工资卡了。有密码吗？我生日。吉利。喜欢吗？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你啊。这个不是礼物，这是员工工资。礼物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试上看看。我在哪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用那么使劲收腹，你又不胖。你脸怎么红了？这暖气有点热。我这屋里没开暖气。裙子好看，公主就是要穿裙子才对。我去洗把脸。
要怎么给他呢？准备怎么感谢我呀？我们去放烟花吧。好啊。得了，那个算您200块钱吧。200是吧？好嘞。好的，行，谢谢。谢谢啊。那您放吧，我去打牌去了。好嘞。啊。朱韵，朱韵，买好了。你想放哪种？我想放那种噌的一下冲上天，然后嘣的炸开花的那种。什么？噌的一下冲上天，然后砰的一下炸开花的那种。形容的挺好。就这个了啊。你等会儿啊，我借个火。我有。你身上带了打火机？接着。手艺不错呀，不好修吧？还行吧。公主，用心了。我就是还个礼而已，你可别多想。准备好了吗？多经过时间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烟火那边是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， 治疗不要再。新年快乐。在你身边的是我。新年快乐。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李轩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那颗炙热的烟火一直是你的。